大家好，我是超人。目前的话，今天来挑战一下这个四万金珠抽一张赵云二等一啊。目前的话，有刘备跟诸葛亮差一张赵云祖神天枪，然后甘带成的话，对吧，也是能成型，甘宁可能会缺点红度。目前我打算就是抽个赵云，一对组天枪，二对组甘带成，三对的话到时候张飞关羽跟马超组个五虎，四对的话再玩个陆逊吧，玩个都督，因为我这个周瑜好像还挺红的，孙权好像没什么用，咱们组个都督。四对的话后面可能打算夏侯渊，对吧，那个吕布华佗，然后组个华夏吕。目前计划前四队是这么组啊，这赛季完美。那现在咱们第一个得看什么，你们是吧，第一个得先看这一波第一发运气怎么样，能不能抽到这个赵云，对吧，这是个问题。那咱们第一发五星必须按照咱们那个老规矩成为大法。这最近很多人私信我说，超人我用你的成为大法抽到了赵云，抽到了刘备，就是各种各样的兄弟们。这个成为大法是根据我研究之后一个特别科学合理的一个抽奖方式，兄弟们，咱们给兄弟们展示一下。今天正好直播间人好像也挺多的，我把我这个绝学，对吧，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以后也可以抽卡的时候专门找我。兄弟们，绝学你们知道吗？什么是绝学？成为大法，用过的人都说好，兄弟们，用过的人都说好。OK， 三发了，那应该差不多了吧？那再等一张成为吧，再等一张成为，不急不急不急。OK， 这发该出货了，赵云一发入魂。可以，王平还行吧，这成为大法我跟你说我试验过很多次了，非常管用，非常管用。来了赵云完了。云哥哥你别搞啊，云哥哥，我跟你的缘分这么薄浅吗？赵云完了，这发保底了，五发没出了，兄弟们，下一个是第三十发保底了。完了，这歌有点错了，我也发现了，歌错了，我在歌在那放求佛，求佛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我在佛祖面前求了几千年，我还到底能不能跟你再见一面。那这赵云一听这个肯定就不愿意跟我见面了，兄弟们，这一发该出赵云了。赵云完了，乌突谷怎么样？这个好像也挺有用的，藤甲兵。哎，我受不了了，给张赵云啊，兄弟们。OK， 成为。子龙哥哥。完了，又是张任潘璋。子龙哥哥。我不想玩了，单战游戏准备卸了。兄弟们，谁爱玩谁玩，好吧，以后我再说三战是良心游戏，我就啪啪啪，我就往嘴巴上塞，给不给？子龙，兄弟们，淮安哪边的天台比较高啊？我准备那个准备上了，准备上了。我今天抽了一晚上，抽不到赵云也就算了，这个卡包我看了半天，就赵云、陆逊、夏侯渊三张比较 OK。抽完结果抽完一圈。赵云、夏侯渊、陆逊，就这三张卡没来，还有最后五天啊！陆逊、子龙，不是你，你不给子龙，给张陆逊也行啊！你不能真什么不给吧？中啊！我的天枪终于来临了，兄弟。